韦后之乱指的是什么？神龙元年，李显复位后，因对韦后的信任和报答，允许韦后参与政事。随后，韦后便勾结武三思等人专擅朝政，形成了以他为首的韦氏集团，陷害张柬之等功臣。韦后和李果儿毒死唐中宗后，韦后拥立李重茂为帝，并让韦氏子弟统帅军队。同时，韦后还纵容安乐公主卖官鬻爵，又大规模修建寺庙道观，生活奢侈无度。不久后，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唐隆政变，将韦氏集团剿灭，迫使少帝李重茂让位于李旦，韦后之乱自此结束。